大家好，我是今日嘅代班主持人李委员柯地杰。先祝大家身体健康，满面春风，行路有风，事业成功，万事皆通。我是高阳小金光。今日呢，除了我直接代班主持以外，咱正班的主持阿佩，阿佩、啊，大家好。哦，嘛含咱斗阵吼，安呐呢？因为今日嘅事最重要，最重要，最重要，最<呦>、啊、重要，最重要。所以吼，咱、啊、今日嘅做会来主持哈。哈、啊啊，你现在收听是看到连播，网，看到是毋是节目空中烈欢迎单元。 这个节目会当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景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三，台中中华、南投地区收听梦春风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五，台南嘉义分营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 九二点三，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 九七点五，平湖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 九一点三。今日节目内底边和大家讨论的是四个不同意。 啊，台湾更有利。是，而且上重要的是这个美猪问题。欸、是、啊。所以哈、啊，咱邀请的上届专业、上届认真、上届拍平，咱的农委会主委，咱的陈吉仲主委，主委,主委你好。主委你好。两位优秀的主持人，甲咱所有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农委会陈吉仲，阮兜大万丹屏东，我,我爸伊早起堤，所以我是去起堤大汉。 去读册，读个博士，才个倒来，所以今仔日真欢喜，会使向大家来讲猪啊的代志。有影、嗯，迄、那个讲猪啊有影吼，我想吼，全台湾可能无人比你较了解啊啦，哈，哦，因为你从细汉念到到饲猪，哦，嗯、啊，即马呢出国读册倒来，即马佫做咱农委会主委，好，所以对猪啊，好，唔管是安全也好，不管是以后要做生意也好，即两项是。 蛋地也上重要诶，呃，无毋对啊，其实吼，按起猪农民嘛足辛苦，因为有时无掉地吼，因为伊迄有迄款诶掉病死亡率，嗯、但是安诶猪农足辛苦，大家过做好，较重要就是讲吼，按所有台湾诶消费者会发现讲，其实全世界猪肉食食诶，逐个拢敢爱安诶台湾猪啦，嗯，这就是为虾米按所有猪肉做诶。 一堆包括卤肉饭啦、肉粽啦、烤肉饭啦、烟前肉丸，所有这物件拢是用安尼台湾猪肉，因为安猪肉，台湾的猪肉真正好食。哦，你讲到这我，我拢流喙汗。哦，嗯、连讲安尼办一个猪肉诶<肉>迄、那个迄个各式各样的美食美食来进赛啊，有啊，这卤肉饭啦、烤肉饭啦、烟尘搁大肠哈，搁、哦嗯、配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蒜头啦吼、哦哦，这食、個、到拢安尼。 有够好食诶，吼，安尼想着敢若听着就一直想要食啦吼。是。吼，啊，即、这个美国猪吼，其实即马是台湾吼，我咧四四大公投啦吼，三街也好，公投、放大选也好，啊啊，好事也好，<是>我即马感觉讲咱拢有信心吼，会赢，吼，就是讲即三个无同意吼，咱逐个听做我们要买一个讲，但是我感觉我有信心。嗯。但 即个美国猪吼、啊，叫国民党甲咱抹哦，讲这是毒猪啦。哦啊，八成多人听到讲啊，即有毒地呢，当然我无爱食。所以即卖美国猪阁真危险，地讲即个咱无一定会赢。所以伫即个美国猪伫安全甲做你意两个角度，我想上重要，要互咱听众朋友知影讲，安全是咱第一爱顾诶。农委会爱修诶嘛，是安全爱先顾。所以即是不是请咱注意来甲咱说明一下，讲你要咱顾着咱美国地，吓？ 来到台湾的安全，啊，让咱的百姓完全无顾虑，完全毋免担忧。是，其实当初直接讲足清楚吼，十二月十八即些公道案，其他按三个应该皆有信心。但是按村，即马村的，就是一个美国地盘的公道案。其实即个公道案啊，和国民党通过了，影响的毋是干讲按所五的。 消费者呢，还是应用贵个国家的发展？我等下讲哦，清楚吼，但是他们多讲着安全吼。按有几个，其实国民党介低吼，互相矛盾的所在啦。你看吼，九年前马、嗯、英九，二零一二年已经开放莱克多巴胺牛肉几百。嗯，我底下啦，所有听众朋友报告吼，伫美国农民饲牛啊，用莱克多巴胺差不多八成，嗯，啊，饲低也无到两成。 即摆剩差不多一千个，啊！逐个想看嘛？按二零一二年开放美国的牛肉，还有来克多巴那几排，较近啊，超过四十万公吨。阮有统计哦，旧年一个人一年啊，嗯，加差不多二点七公斤的牛肉。按食着猪肉食偌做，按食按食着美国的猪肉，一年一个人无到零点七公斤。为什么印尼大部分拢是按台湾猪肉？嗯、所以你看安的牛肉。 食九年来去多巴胺的牛肉，食七四十万公吨，一个都无出问题，嗯、一个都无出问题。毋是甲国内呢，全世界吼，包括日本，日本当时开放呢，日本是十六年前的开放安尼，二零零五年日日本的开放，有来去多巴胺的猪肉，会使入去。全世界即满有一百空高个国家，拢开放会使入去。我来逐个报告吼，国民党有时讲话拢讲一半。 拢讲伊要爱，伊讲一全世界一百六十个国家无使用，其实是安怎呢？是一百六十个国家国内迄饲猪诶时阵无用，从台湾国内就无用，嗯、日本国内嘛无用，但是从台湾甲日本安拢、啊、是开放会使入来。所以即摆你看一百空九个国家食甲进一含嘛拢无出问题呢，所以伊绝对食品安全诶部分吼，政府一定会顾牢牢。 格个地方是啥？逐个也也无爱买，你着去市场也好，菜市也好，还是你去去餐厅也好，伊拢会表示迄个猪肉位对来。所以因为安尼了，逐个看到，啊当然大部分拢会买安尼国产猪肉。所以其实旧年政府要开放的时阵，有完整的即个配套措施，即、這个配套措施叫做清楚标示市场、市場餐厅、超市，拢爱标示产地来源国。 啊，个成绩较重要就是讲，俺阁有一百二十八个养猪产业基金吼，所以我伫遮，自己应该知影旧年要开放诶时阵呐，伫底我迄国民党危言耸听啊，伊讲开放了吼，底下诶产业去了了啦，开放了，计小的崩盘。我伫遮啦，逐个报告，按今年诶市场占有率啊，都是台湾猪肉占国嘅消费者食诶超过九成三，伊遮拢差不多八九成，即摆是有史以来雄冠。 第二就是，这是课题以后，一九九七年一号加建，安尼第一个上好的一个水准啦。嗯、所以你看，安尼农民朋友饲猪堤，拢无出来抗议呢。嗯、啊，变啊！总统两千零七年要处理的时阵啊，已经讲过啊，但是后来嘛撤销，因为农民抗议，卖久，兴要开放的先古吧，好，嘛是作做猪笼起来抗议。为什么小英总统鼓年宣布我安大概猪笼拢做位配合。 因为安落已经拿所谓市地的朋友报告，绝对无问题。尤其是我是靠市地<对>大汉的。我老可能会违背所有嘅迄个按市地的农民朋友，尤其、嗯、是吼，按、嗯、各所谓市地农民朋友，真正是变家己,己一家伙啊，嗯、感情足好。无按课题，那活动开开，二十三年嘅课题，做派客也嘛开开，会做助温啊，嗯，全世界拢过足好啦，拢过足好啊，啊，学大嘅市地的农民朋友有钱养田。 开店也嘛有慷慨，啊！后壁遐个，你看卖完卖富诶，卖收诶烟钱，卖伊个个安尼肉包饭诶肉嘛，个家有闲好食。嗯、这就是讲吼，政府只要做好，其实农民朋友甲消费者会使放心。 所以阿佩吼，其实呃，有有一个疑问呐吼，因为我一直想要知查讲，诶、欸、啊咱国多阿讲的牛排已经进口遮济呢，遮济人拢咧食牛排，那为什么针对低级个问题然后也是有哦、呃，起起码咱多阿有讲的嘛，民调吼有可能之、這、类、個，呃，咱今麦希望会是好过关呐吼，因为它是比较危险咯、喔。那咱讲的假即个拉克多巴胺即个嘛，我有去听吼、喔，这個、呃，咱讲今麦弄，我会说明会嘛，啊哎，主要的讲啊嘿有毒有毒啦吼，那我们又回来讲。 咱即嘛就是孝联伊呐吼，<coughs> 其实他们很爱吃牛肉，因为主食反而不是猪肉，哦。所以伊我感觉因遐辩论者就矛盾诶吼，伊讲阿食着猪肉，你对身体无好，影响着咱后一代，甲后一代甚至讲会影响后三代。啊，不，咱现在囡仔咧食遮牛肉，伊竟然无感觉讲会影响着，所以我我意思是讲，那我们怎么样甲咱诶遮人民讲？尤其食猪肉，我啊，我都无咧食牛肉、啊，所以无差吼，所以他反对。其实你毋免烦恼，对无。 是啊，即著是为甚物安排来即个节目吼，讲我所谓听众朋友听，因为吼、哦，迄国民党我讲诶，拢讲一半，但我讲一百六十个国家无需要嘛吼，啊，其实是国内无需要一百กว到个国家，逐个安尼拢嘛是食来克多巴安个猪肉，伊即摆讲啥呢？伊讲啊，咱台湾人一年食三十六公斤的猪肉，啊，牛肉食偌济，一年一个人食六公斤，所以讲牛肉来克多巴会使忌讳，啊，猪肉来克多巴袂使忌讳，伊条底。 讲一半啦，因为伊到底无要讲吼，牛肉六公斤一个人食六公斤，百分之九十五拢为国外进口诶、嗯嗯。嗯，国内生产诶才百分之五尔，百分之几成功你也去台南食迄新鲜，本体牛肉现刣大，迄差不多占百分之五，所以一个人食着美国诶牛肉是一年二点七公斤，一个人安食三十六公斤诶猪肉。 但是到啥三拢是国内啊，嗯，啊，尤其是美国诶部分，去年是一个人一年食着美国诶猪肉零点七，7, 今年个卢加无加零点五公斤，所以其实太简单嘛，啊，你牛肉，乌来克托班诶牛肉已经食遐侪个比猪肉较侪，无一个有任何安全诶问题，何况是猪肉，啊，佮较重要就是讲，包括国民党，你看你为近前诶，朱立伦，即摆朱立伦主席、蒋启臣主席、蒋万安。嗯 伫美国国嘅，我嘛是留喺美国诶，你嘛是留喺美国啊？一九九九年开始使用来去，都我两千年，我更加香诶。你我啱啱伫美国食美国牛扒、美国地无我爱小镇，因为阮到做事，我无食牛扒，我拢食地吧，我拢食美国地吧。係啊，因猪地吼无比台湾诶较好食，因为因台下无放花啊，啊老放花啊，所以其实就是讲吼，台湾人一年。 平均啊，因为即摆是 Covid nineteen，战争差不多五十几万的去美国，个毋是牛巴、猪巴造假，嗯、所以某一关、喔、听到吼，莫听到讲哇，什物通拄啊？按啊，伯主主持人讲的，什物是迄、那个、迄个，安的什物毒？那像迄毒猪啦好，还、嗯、是消弟吧？其实完全拢是欺骗咱安的消费者。所以他都集中上咧讲啊，咱的注意下，就讲啊，啊，你嘛伫学美国嘅。 马云叫嘛？离互美国啊！朱立伦、蒋万安这拢离互美国啊！吼，江启臣啊，过来就讲吼，马云叫因囝，朱立伦因囝，吼、哦，即满嘛拢住伫美国，吼、哦，佮包括习近平因因因囝，即个吼就讲吼，全世界啦，吼就讲住伫美国的三亿人啦，吼、哦，伊逐天咧食牛肉、食猪肉，吼、哦，啊，他拄啊朱意讲个就讲牛肉内底。 美国国内底有八成拢是有克多巴胺，啊、嗯哦！当然，美国内底有两成、啊。美国人伫美国咧啊，就是伫美国个人啦，哈、啊，伫美国咧食牛肉、食猪肉是无咧分个啦，哈、嗯哦。所以，第、就、讲、是，即个拢食遐久啊。一代人牛肉，坦白讲吼，即马少年人可能食牛肉比咧，比食猪肉较济，哈、嗯哦。啊嘛，已经食高档啊，<是>所以咱即马一第一得讲安全，因为来克多巴胺伫牛肉标准。 家伫猪肉的标准是仝款，嗯、好，所以著讲，包括咱咧食菜，菜有除农药，有下肥，即肥，你讲若要甲摕出来，讲啊，奈克泊胺有毒，肥料有毒，农药有毒，即拢是啊。但是著讲，咱有一个标准，著、就、讲、是、安全的标准，伫即个标准之下是国际认定是安全的啊。所以。 咱咧食蔬菜诶时阵，诶、欸、因为伊有农药有肥料，但是已经过迄个时间，已经安全、嗯哦、啊，咱较会使食嘛。哦啊，共款牛肉甲猪肉，即、这个安全诶标准是毋是？，互咱注意个再三甲咱诶吼，听说没有？报告者，啊嘛，请咱朋友甲你诶经理孙那甲你诶朋友报告者、啊，安全，咱拢业会绝对会当甲顾好。是啊，即、這个安全诶标准吼，伫曼九九年前开放诶时阵，牛肉，一块牛肉吼。 一直是定十个 p p v 即个标准加即摆即个猪肉埃来科多板开放，共款是一个死 ppb，死 p p v 啦吼。所以即摆有一个介趣味的问题来讲，啊，你牛肉开放标准安全拢共款，嗯，啊，你即摆去塞一个反来猪的公投案？ 安尼讲是徛伫食品安全诶角度吗？嗯、因为安谈多讲遐侪拢无，都无食品安全诶问题。嗯、为啥你要撒即个公道案？撒即个公道案吼，他们讲因为食品安全绝对我同顾会掉。啊，谈多农民朋友啊，个趁钱啊，市场占有率个提悬。阮即马是较烦恼诶，就是即个公道案啊通过。他们讲吼，影响诶毋是讲蔡英文啊，苏进昌吼，还、啊、是我党各种个人。 其实伊会影响规个国家，诶，倒退路，我咪要讲倒退路呢？按开放啊，啊，有清楚标示，按逐个消费者拢个别按台湾的猪肉，所以市场占有率增加了。今即个状况上好，因为开放了，逐个有法连着讲，按甲美国五年诶，迄个提法就是台湾甲美国诶，做好诶一个迄、那个贸易诶自贸诶，即个往来诶、這個，即个逐年拢爱办诶，伊只天五年即麦开始啊。 啊，即嘛各式各样的美国甲台湾，你看，按欠欠米的疫苗的时阵，台湾四百万剂也莫德纳诶疫苗。嗯，啊，共款啊，疫苗嘛是爱美国的 FDA 通过啊，哪个都办用低低啊，用低古啊，迄个安全总数量嘛是美国 FDA。嗯，讲一个单位呢。嗯、啊，啊按疫苗会使起来拍。嗯。 在猪肉牛排安全同数量，袂使安尼唔是迄个嘛？因为是疫苗，<有>疫苗佮你，佮是迪拜会使，迪拜袂使啊！讲个是安尼啊！是啊，啊，所以国民党啊，安尼时阵，安大家要问一个问题：，嗯、啊，伊要创这个公道案，创啥、嗯？是食品安全啦、啊，伊讲诶拢是食品安全，其实伊由毋是食品安全，真、嗯、麻烦。即、這个公道案贵吼，你看甲美国诶关系啊倒退，啊，即嘛 CPTPP 加入面诶 c p t p 来底有日本啊，有加拿大，有。 澳洲啊，澳大利亚、纽西兰，迄部分啊，特别当机咪啊，阿要行去中国市场嘛。嗯。所以其实阿标有牵涉到规个台湾未来重要的经贸的发展的部分。所以，刚咱听这种报告，哈、就是，就讲第一安全、安全、安全，因为这真重要，讲三摆。国民党要互咱兵盘上重要的是讲伊无安全、无安全、无安全嘛。啊、嗯哦，所以这个部分，哈、哦，咱请注意，甲咱报告就讲。 相信科学，哈、哦，相信安全，哈、哦，这是第一重要的。哈、哦。啊，你要违法都出来投票，你家己要相信安全，你较行个出来。嗯,嗯、哦。所以说是第一重要。好、哦，啊，当然就讲安全以外，咱要和世界交朋友，咱要和世界做生意，即个就牵涉着无共款个问题啊、嗯哦。所以咱等下升级一个广告休困一下哈，请咱注意过来，甲咱报告就讲做生意，哈、哦，对咱影响有偌大，也是保护咱的农民，咱真正照顾来足好。 啊！希望咱大家会当支持即个美国猪吼吼会当吼迄个安全入面，教咱国内，咱一定要佢修好。阿嘛，呢班都大家一定要出来投票。吼。咱即班先休一下啊！欢迎嗰陣喺即播现场，我是今日嘅台班主持人高勇，小金剛柯志杰。啊，今日含咱主持人假班嘅阿佩哈，做来主持哈。是大家好，我是阿佩。因为吼即公道对台湾最重要。嗯。四個不同意。 台湾更有利，有所以拜托大家<對>一定要给咱支持。好，啊，今日咱邀请的是对美国的上解了解。好，咱的农委会主委，咱的陈吉仲主委，注意力好。诶、欸，大家听众朋友，大家好。是啊，咱讲到吼，美国的这个问题哦，有的人讲，诶、欸，啊，你你讲经济经济吼，因为可能是咱讲企业也好啦，农民也好啦，但是其实对咱的老百姓影响面嘛真大吼，所以呢，会使给咱讲一吧，<laughs> 对咱贵个台湾。 整个的经济，咱家己落底啊，内底的金钱吼，因为这个经济就影响到咱的赚钱嘛吼。大概影响会有哪一些？呃，多感谢阿贝主持人讲即个问题吼，所以表示讲国民党十个即个反来珠的公道案内底吼，坦白已经讲，食品安全无问题，啊，农民朋友嘛无问题，但是即马甲三位靠问题呢，万一即个案好通过，对大家未来趁钱的机会。 绝对的影响啦吼！我先讲一个数据啦吼，因为台湾大家拢知影，俺的经济发展拢靠啥？靠贸易啊，靠进出口嘛。所以你看，按今嘛诶国民所得吼，啊按照今年的预估，超过百分之两吼，按明年年车就赢过韩国安尼，这是微信迄个迄、嗯、个一九九八金融风暴以来，吼，安俺在变赢韩国，大家拢嘛做亚讲咱另外变亚洲四小龙之首。 哦，经济成长率的股年是指数、哎、哦,哦、嗯、啊，所以按甲台湾呃按个贵的贸易来对，吼、哦，就是出口加进口所有尾加的产值加起来吼，是占按个 GDP 国民所得差不多百分之四十。其中按甲美国啦，出口加进口两个加起来吼，一年外赚呢两条四千亿啊，两兆四千亿、嗯、是贵的中央政府总预算，一倍哇？多呢比个咧，比个咧，比个咧，<嘿><嘿>啊！<嘿> 第二吼，按阁较好趁，按加趁偌济，按加美国按按有迄个迄个顺差吼，加美国人加也趁五千三百亿，所以我即马记一个即个经贸诶部分吼，来让逐个报告，加即个莱克多巴呢，暴露关呢，因为一时看熟虾呢，签熟一个叫做国际诶游戏规则，嗯，因为按要卖伊物件，伊要卖阿物件，迄、那个标准逐个讲何好啊？对啊，啊不按个标准啊较松。 人对方较严，俺都袂袂处理。感觉俺若变较严，甚至讲互人袂记白。啊，伊著袂当记白，船伊会受影响啊。我讲一个上简单咧逐个听众朋友著听有。今年二月啊？中国伊要按照国际诶游戏规则，伊讲从安的分离，讲有借壳虫无爱入去，安台湾人会生气袂，嗯，当然生气啊！伊要按国际游戏规则啊，啥叫无按国际游戏规则？借壳虫诶代志吼叫做股神啊，像日本吼。 啊！是国际游戏规则，就是往来顶管有借壳虫、熏蒸、嗯，著会使去俾伊的伊的迄个国家。中国无安尼做啊，但、嗯、日本安尼做的时阵，安著会使卖一万八千公吨，哎，往来成功，安高用，大邱遐往来<手>就使卖去，卖<来>去日本啊！啊，这就是按照国际游戏规则，啊，物件才卖出去嘛。嗯、啊，今仔日国民党设计的公道案，万一伊也通过？ 诶，即、欸這个国际游戏规则是逐个全世界讲好呢，啊，毋止讲一百讲交个国家拢有，啊，CPTPP 内底诶十一个国家因拢嘛开放咧。嗯、啊，所以即摆按想看卖，本若即个通过了，国民党互因通过了，哇，你台美经贸受影响，CPTP 个别等一来。啊，你看台湾未来经济要行去对，嗯，所以即游戏规则是安尼，我、嗯、我见解是安尼，我会记得顶届我捌甲资中相问过吼。 股神伊是伫外口诶嘛，毋是伫内底诶嘛。是啦。所以世界诶标准就是讲，你外有口有即种介可虫股神你着用新增诶甲吹吹伊着无啊嘛。嗯、啊，世界有即个游戏规则，计中国伊因为看着讲，伊著超工甲你倚嘛，伊无要用国际诶标准去处理嘛，所以著倚互你台湾诶往来面，较无爱互你入去，迄着是政治思考嘛。嗯、哦，啊，今仔日讲其实即共款，即、這个国际标准会当够。 迄个安全啊！啊、哦，所以除了安全以外，咱即马就讲，咱要含国际做生意，要有游戏规则嘛、哦！啊，就讲啊，咱做伙要来拍排球也好，任何拍棒球也好啦。啊，棒球有棒球场的规则嘛？啊，叫台湾讲讲吼，啊，恁全部世界国拢只有棒球的规则，啊，我毋免，啊，定我含恁做伙拍，安尼敢有通？是啊，即姐，你即个咧做伙啊？拍棒球，俺、啊、台湾棒球世界有名的。你要去向人排的时阵。 一局就是三个人出去了，爱换攻守啊，欸、对无啊，三号球了，三正啊，即逐个拢知影。啊。你即麦要破坏这个游戏规则，欸、来变作麻烦。我我个记一下吼，卖记台湾，嗯、我记安尼隔壁泰国了好啊。泰国旧、嗯、年啊，美国嘛是讲啊你的，你个因为泰国嘛被一堆农产品去美国，伊个米密足多。嗯，啊，美国诶物件嘛买袂来泰国，结果泰国伊个。 奈克多班安全同许量吼、哦，无按照国际的游戏规则，就是第一个安全的标准。第记下去点，嗯，Q，美国吼、哦、来取消三万的取消伊的关税优惠，一年取消七到八亿美元，七亿、嗯、到八亿美元换算代表吼、哦，两两三百亿，嗯，代表诶，算是最一今年的农产品出口，咧、就、受、是、美国的影响，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来讲吼、哦。 你看，总统的讲开放啊，啊，但是安有配套措施，就是清楚标示，互逐个消费者看着拢别安尼台湾地国产品啊自，自持率提悬啊你你，你即摆你公道案过了，你也互规个台湾等同制造麻烦，也、嗯、要面对即个国际嘅组织的各路活同加去吧。嗯哼，所以这就是爱两全其美了哈，第一安全，第二做生理嘛。嘿<是>，啊，做生理方面就讲。 咱会当含国际诶游戏规则共款，吼拍棒球诶游戏规则，每一国咧国家拢共款，安尼毋较我得做咧拍棒球。是啊，吼、哦、啊当然来讲，即、這个安全咱阁顾有着，来、就、讲、是、啊，咱即马台湾人看着即个政府标产地、业者标来自啦，哈<嘿>。政府你会当规定因一定爱标产地嘛？但是你业者你家己会当标有来自无来源，政府袂甲你管，迄是你业者家己诶代志嘛。 应该是讲，即部分是属于自愿式的，家己主观的，对，难成个讲啊，我我我迄个主观讲，我要系啥咪物件。哎，但是产地来源国，这是政府的要求。要求，这是义务性的。对哦对哦。一定要拿消费者讲，我系这个猪肉也是猪肉加工品？的猪肉，喂，对，了一个国家以外，你是用台湾的，用美国、加拿大、丹麦，侬爱讲我清楚。嗯，嘿，这产地来源国标示是一个。 伊的义务必要性，安尼毋则互消费者，其实政府要做的工作，介简单就是讲吼，啊，若消费者讲你放心，你去市场、你去餐厅所有的买诶，遮个猪肉的商品，伊的资讯是公开、清楚而且透明，啊，安尼其实互消费者家己这算点，嗯，哎<對>，那内脏的部分呢，是毋是嘛会使互咱的乡亲来了解一下？哦，讲到感谢 iPad。 那阿伯，阿伊咧？阿伯，我讲阿伯阿伯阿伯，我讲你个阿伯不是，哎，伊咧讲讲到内中，哎，一般是讲北来啦吼。我我那稍微听种朋友报告吼，今年大概在泰国最低无，台八百个只盘价，每只家拢有一户北来啊，低官低薪低腰低等，嗯，拢有一户北来变官吼。 差不多三百块呢，啊哈！一 <noise> 路哦，毋是毋是加提款哦，是包括底薪，<乎>我别，比我介的、嗯，<laughs> 就是安尼一路 <laughs> 啊啊！你国外诶，即、啊啊啊、北来即内种，伊要个冷冻个啊，加运输费用个啊，报关关税根本就无晒好，所以我直接啦，逐个报告吼，安尼即个北来内种吼、啊，加一半，可安尼迄个去安尼市场互消费者。 食，像讲，不管你食地瓜汤也好啦，吼，啊，姨嘞，阿姨嘞，拢是咱台湾猪下猪北来啦。啊，有另外一半，因为较济嘛，一半摕去做化剂，做配料啦，做其他用途吼。即第第二，个赵少康无讲食，六碗地瓜汤就超标啊！吼，我讲吼，迄是地台帮嘞，按去专较较慢。阮有统计啦，吼，两千零二年按这家己来一挑哦，所谓猪肉甲内种，才开始。 开放，嗯，所以开放加近十九年吼，阮录去遐统统计，猪肝诶进口量偌多呢？即、嗯、十九年总共啊，则一千三百公吨，嗯，但是大家知影一年诶安尼猪肝产量偌多，无，嗯，一年诶产量啊，要超过一万三千公吨啊，一、哦、年要要超过一万三千公吨、哦，嗯，所以安尼猪肝根本。 进口的都无利润，所以拢袂拢袂生会去买。嗯，啊，想要较重要就是讲吼，你去问一下做地瓜汤的袂地瓜汤的，看安怎切地瓜，安怎还是讲安尼油器要安怎剃？嗯，不能用冷冻的啦。嗯，嗯啊，所以安大陆嘛是台一个屠宰料，吼，啊，再北来就去安尼各式各样的小吃店啊，是餐厅，嗯，因为安尼较好食，无你地瓜你个冷冻要怎个做，嗯、味道都拢不讲。 简单讲就是讲，台湾一年八百五十万只猪啊啦，咱家己国产的啊、哦，这猪北来，台湾人其实食无遐济。是啊。啊、哦、啊，台湾人食无遐济，出来咱就去做化学的，哈、哦，为了顶顶哈。啊，外国的猪北来，伊要冷冻啊运输来，个大盘小盘啦根本拢好啦、嗯。是啊。所以。 所以会当讲啊，就讲国民党一直讲啊，伫北内你看阮去讲林焕英吼开会的时阵啊，吼夭寿啊，迄安尼规个伫北内啊，甲你日、欸、天天也甲规林焕英迄看着实死，诶，迄暴殄天物，遐去互停工白啊吼，甲贡卡村内。是啊，迄路面朋友看到。 诶，艰苦，哎，足艰苦，爱足生气。一点嘛，迄毋是美国地包来，一点嘛，迄是咱大陆的地包来，当然啦。哎，你都看迄种温体的，迄个、迄个北来啊，哎啊，所以，我感觉讲正方这边有提出真侪问题啦。吼，刚提到了一个就是内脏的问题嘛，那另外还有一个就讲啊，我呐无反美国啊，吼，就讲误导啦。我是反台猪，不是反美，其实不是反美猪啦，吼。那针对这是不是爱国人？哦，这爱讲美国人未生气呢？哦，我那大家。 听众朋友，报告吼，这拢是国民党会讲啦。你去看伊的发言，伊摆下刻出来，黄美珠进口啊，苏贞昌下台，黄美珠进口，陈吉仲下台，摆下拢写写美国咧，美珠呢。嗯、啊。第二啊，你也毋是讲针对美国啊，无美国 A I T 的处长，这是上悬的迄个大赛，嗯，孙大使伊尹会讲。 伊佮伊诶小朋友拢嘛是食美国的吧？嗯、这是因为你讲来租就是独租嘛，来租就是小的吧？嗯、啊，人美国人请出来讲啊，嗯、啊无，伊那何必？毋、啊、是美国，伊若会出来，家己出解说。說啊，第三吼、哦，我若所谓读种朋友报告，按头们讲进口诶，依早差不多占按国内差不多百分之十啦。但是因为今年吼，按大家用较济台湾低吧，所以。 进口也差不多百分之七。嗯，第一名进口的量上侪是对呢是加拿大。嗯，归到丹麦，归到迄个西班牙、荷兰，上尾啊第五名则美国。嗯，头前即四个国家拢无用来去多巴呢。嗯，诶诶，迄个部分吼来出口到台湾，所以即卖有来去多巴胺的猪肉会出口的，唯可能性就是美国。嗯，所以即个来主，你换这个光头当然。 就是甲美国，就是甲美国有关系啊。嗯这，这这是不管是主观客观，我谈到讲的这个现象，这拢是可以和大家去看。诶、啊。其实谷歌看了拢知影讲，以这个反来做讲头，其实伤害到第一个当员就是台美关系、嗯、啊。嗯，啊过了当员，其他的经贸的部分，我要特别讲吼，因国民党拢讲啊 CPTPP 也、啊、无美国际的，哦哦哦哦、大家知嘛对无？对。但是。 甲 CPTPP 有关的当然有啊。我等到讲 CPTPP 一议会员工吼，你看为日本、加拿大、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、澳洲、加纽西兰这国家吼，拢会晒好加来克多班的猪八级别。以外吼，到底要安怎讲？会像讲的才对呢，就是你要加入 CPTPP，有一个游戏规则，这个游戏规则叫做 CPTPP 来底而一个三十个章节。 即是要讲起，不顺大家拢爱同意的。嗯，因为三十个章节就是即个所谓会员国游戏规则，与第甲农业有关系，甲食品安全卫生、甲动植物检疫有关系。我讲起来克豆班哦，拢是伫第七章，伫、嗯、第九条来对工作清楚哦。所有会员国来对诶食品安全，也是即个动植物检疫的措施，拢爱符合国际的游戏规则。白白纸黑字写作清楚呢。叫国际的标准，标准就好了好啦、嗯、啊。 奈克多板的国际标准是啥个？就是两千零十二年七月初个联合国底下嘅一个科迪斯组织，科迪斯组织就是讲，诶，农药诶安全标准要怎定，奈克多板嘅标准要怎定，伊公布诶呢。所以两千零十二年公布咁进，一百个国家国家拢按这个标准去进行啊。嗯，所以即摆 CPTPP 也未当入去吼，做麻烦。我坦白讲，按往来中国毋买，嗯，按美、啊、日本，嗯，做上去啊，按、啊、美、嗯、日本。 未做好啊！一万八千公吨，我若所谓听众朋友报告吼，日本人太急安尼往来。嗯，阮今麦印尼买尼吼，可能会三万公吨，因为今麦订单拢来啊，超过四五四个城啊。即今伊往来是爱有关税呢。嗯，安尼往来甲今朝即有六百甲二十拍嘅关税。啊，即麦未当家己 c T p t V，因为受影响啊。嗯，啊，即麦有一个问题吼，你看往来安未去日本嘅介绍。 比袂去中国佫较好呢，嗯因，因为因为单嘛，知影讲就是品质的要求，对啊、嗯，这牵涉到变讲我谈到讲诶一个重要问题，即、這个公道案啊过了，国民党国民党也好过，啊，甲美国诶关系倒退，经贸受影响，C P T V P 去日本、去加拿大，这也袂当过，啊，即个市场拢袂当入去，安尼啊，问大家听众朋友，安尼经贸将来要往中国市场吗？ 行去中国市场活动，行去全世界吗？还是按应该讲互即个公道案，卖不同意，了廖伊不同意，卖卖互国民党互即个公道案得逞。嗯，安尼顺安尼，国家有法通行去日本市场，行去美国市场，按台湾活动，行去这些市场，然后活行去全球市场，包括中国市场，所以阿彪真正牵牵涉到各逐个未来，趁钱、就业薪资。 拢有关系啊！我呀，其实吼，你也看咱台湾，其实咱对咱台湾人爱有信心，对咱台湾政府爱有信心。哦，你也看台积电，咱台湾做的晶片啦，吼，全世界即马学得噶要死啦！即马电动车吼，伊的零件甚至一寡伺服器系统，咱台湾做的世界即马咧抢啦。咱台湾的水果吼、啊，世界通好起来啦。 哦，往来啊好，啊好食起啊，好足济啦哈！咱四季如春吼、啊，先生生产出来，所以其实呢、啊，我对咱台湾人个素质呢，其实我算足肯定的。啊，所以咱毋免惊啦，吼，著是讲安全，政府一定也搞好，政府搞好以外，咱免那惊向世界吼、啊，这绝对啊，咱来所有台湾百姓一定要甲咱斗支持啊。是啦，所以我毋才讲吼，大家爱认成功即个公道安尼背后，其实伊有。 作最伊重要诶，即个关键，尤其是坦率讲诶，哎、欸，小英总统做，前两力总统做未到诶，包括阿扁啊，甲马英九做未到，伊即卖已经宣布开放了，啊，有啊，当互台湾行出去。啊，即卖开放了，俺消费者食品安全坦率讲拢无问题啊，啊、嗯、大家伫市场、伫菜市啊、伫餐厅拢会确定讲，啊，你要食啥物国家诶诶地吧拢好，嗯、但是我还是。 高咧，鼓大家爱食台湾猪肉啦，嗯嗯因呢？安尼<我>，阮兜了饲猪诶吼，安尼，和逐个农民朋友，个因安猪肉嘛较好食、嗯啊啊，啊，农民啊啊，趁钱也无受影响，啊，国家会使向前行。伫即、嗯、个上好诶状况之下，你即嘛无即个管道啊，啊，又贵、啊，台湾倒退路呢，嗯、你國你国里都无通给去样，趁美金倒来啊，啊，你日本安尼农产未去啊？也该扣关税啊，无通加入 CPTPP。 所以我，我毋才讲吼，即个公道啊，绝对毋是食品安全诶问题，嘛毋是讲简单诶饲猪农民朋友诶问题，这是国家，尤其是同拄啊，按直接讲，按台湾人嘅心吼，伫、哦、每一个砍站诶时阵，拄着即个重大诶议题，安、啊、拢会看清楚，啊，别安怎做决定，因为即道国家别向前行，啊，别倒退路吼，拢、啊、是安听政府朋友爱来决定啊。嗯嗯、所以，当然，安若边向前行，你爱倒不同意啊。 嗯，所以不要再让台湾当国际孤儿，对不、嗯？对对对对，欸、所以哈，后<以>一代真正家就没公平。有影、嗯啊，其实咱台湾政府算看将远啦，就是讲安全顾会到，做生意顾会到，二三十年啊，咱未来子孙台湾的发展咱顾会到。好、啊，所以哈，嘛、啊、要拜托大家吼迄、啊那个十二月十八啦吼、啊，一定要出去投票。吼、啊，咱、啊、的、啊、四个不同意。 台湾更有利，拜托咱所有听众朋友，一定爱记了十二月十八，楼顶就楼脚，阿公就阿爸，做伙来投咱的公投，无同意票，啊！阿弟记着只嘛，再次感谢咱阿伯，咱的哈，执中主委，哈，感谢咱所有听众朋友，哈，咱，哈，咱下礼拜咱再会，拜拜，拜拜，感谢所有观众朋友。OK，谢谢。